出来晚，张天琪捡了个风筝，终于够下来了。这不错，烂了这个。哎呀，这能飞起来吗？能，一会儿我拿起来就跑，你就看准时机撒手，知道吧？行吧行吧，两边都得粘呢。粘。真飞起来。哇，好厉害。看得上。我没拿你手机。我靠，那个不会是你手机吧？对不起，那个上面。我手机呢？大飞哥，吓哭了，赶紧找，拿了，不要，哎 ，Siri， 你哭着喊的识别不出来。你说他不会掉水里了吗？不可能，我这是开定位，我给你找找吧，查找功能。要不然打个电话吧。真在水里啊！我操！鞋，还得是你从那个地方。我一直把鞋脱了，哎。